来我们的太行神话不夜城游玩，边走边唱。然后呢，因为马上就是新年了，直接给大家开场送上一首恭喜发财。然后我们的左上角福袋今天依然是新年福利抽不停，左上角福袋以上里面正在抽华为平板鸟，大家关注即可参与哦，关注即可参与，离开直播间无票哦。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韭菜，智慧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豪宅。非常热闹，很多人，然后咱们就走在人群中。好，换一首歌了，换一首歌。我想给你们唱一首《勇敢爱》，我就是勇敢向前走。大家用发财的小手帮我们点赞，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来到直播间的第一件事情，记得帮我分享一下哟，让大家赶快过年来听我唱歌啦！上人，《勇敢爱》送给大家。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想方法去表达，勇气你在哪？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化学那些最浪漫的话，我只想为你把冰冷所有融化，就这样一直走，我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冬夏。有混响吗？听不到。那一天遇见你的与众不同，就像一个天使，难以忘记那个笑容。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滴答滴答，时针在转动，滴答滴答，我希望你懂，脑海里都是你的梦。越相处越感觉 I love you， 随着习惯像独家拥有，有你的快乐也喜欢笑一起疯，越相处越感觉 I love you，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想方法去表达，勇气你在哪？你的与众不同，你可以走这边吗？能拍到这个，不要走我正前方，好不好？那样不好看呀。你的笑容，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心动，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滴答滴答，时针在转动，滴答滴答，我希望你懂。
一起欢笑一起梦，越相处越感觉 I love you， 随着习惯像独家拥有有你的快乐，一起欢笑一起疯，越相处越感觉 I love you，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不知不觉我爱上了他，想方法去表达，勇气你在哪，好多吃的呀，我闻到这个香味我都饿了，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品尝来游玩哦。勇气你在哪，那么多路人甲，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抛开那些最浪漫的话，我只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就这样一直走，我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冬夏。谢谢朝圣者送来的抖音飞艇。谢谢朝圣者，听说今天我们太行神话不夜城还有烟花秀和无人机秀，对吗，小鱼？没错，今天晚上有烟花秀跟无人机秀哦，家人们。好像是7:40左右吧，我们待会儿不知道能看能不能看到啊，能不能看到一场非常漂亮的烟花秀呢？听说那个无人机秀也非常好看，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拍出来，我跟大家一起看好吧。而且我们左上角还在抽华为平板电脑，大家关注就可参与哦，还有3分钟就开奖了，还有3分钟开奖啊，因为快到新年了，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福利超不停，还在直播间外面的小伙伴点进来，不是录播哈，我看昨天有人说居然怀疑我这是放的录像，什么东东啊，咱们这是直播哈，现在时间北京时间19:09，我现在正在，我在哪里直播，对，没错，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对了，我在长治市湖关县的太行神话不夜城里面，作为开城见证官跟大家一起来我们的那个神话不夜城一起游玩，然后看看我们的神话的雕像啊，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游玩的项目，都非常的，我都没有去试过呢，但是我们团队昨天小伙伴在我下了过后去坐了过山车，非常的刺激哦，你们也可以来过来玩，哇你看这个灯光好酷炫呀，大家记得帮我们点点关注，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跟你的时间一样，当然是跟你的时间一样啊，我是直播呀，我又不是录播，你现在打个弹幕，现在打一个数字，比如说打个两位数的数字，我马上给你念出来，在线读数字，我这一套好看吗，左后方在哪儿，哦无人机表演，看看，我再远一点，你们的那个远一点，哇好漂亮啊，快看，那是一条凤凰吗，你看得见不，哦来快把我合影合下来呀，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图啊，可以打在弹幕区哦，你们看得出来这是啥吗，看得出来吗，被挡住了，看得出来不，他再还得再退一点，对不对，看得出来这是啥吗，在倒计时吗，这是一个圆圈，上面是什么，拍不到了，5、4在倒计时，为什么要倒计时，哇哇这不是特效啊，是倒计时哦，这是无人机的表演，哇好漂亮，3、2哎怎么又2、1好，新年快乐，这还没到新年呢，我知道了，是在让我唱歌了，哇好漂亮，我们就趁这个为背景然后给大家唱歌好不好，你们想听什么，我感觉好好看呀，我想唱一个唱一个什么了，你们想听什么，赶快，龙刚刚不是龙，哇这个好漂亮，不会待会儿还有刺吧，这样看着我好巨大喂，你们猜我上面已经出刺了，出刺了，山西有神话，神话看太行，太行神话不夜城，来你这样左右那样拍到字一下啊，看到没有，山西有神话，神话看待太行，
太行神话不夜城，看到没？哇塞，好酷炫呐、啊！这是大手笔大制作，太漂亮了。啊，国际少女，流鼻涕，嗯，想听什么？想听神话是吗？那我唱个神话好不好啊？哎，你这样一说，你们一点歌，我突然本来没想唱这首歌的，应该是美丽的神话吧？我找一下啊，找一下，美丽的神话，我会唱。我感觉配上这个景就非常的好看，听一下看是不是这个。切开我，哎，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个版本听一下。大家看，哇，龙的图案喽！哎呀，拍不到呀！啊，拍到了！哇，龙年快乐！大家把龙年快乐打在公屏上。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却不放手。太好了，孤独的承受，只因我许下温柔，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头顶上飞耶，我是不是会有好运？直播间见到这条龙的小伙伴，今年都会有好运气。龙年快乐！这个，咳咳，男生的部分太低了。年幼幼相随。寂寞双手让我和你永远不离分，岁月悲欢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谁都没有遗忘古老的誓言，你的泪水化为漫天飞舞的彩蝶，爱是一下之风，两心相随自在飞。哒哒哒哒哒，哇，这条龙真的好漂亮，好大呀！你们能看出来这个是无人机的表演吗？是不是非常的磅礴大气的感觉？然后呢，也是送给直播间小伙伴们的祝福哟，因为今年就是龙年了，向大家龙年大吉，然后龙年行好运，每个直播间小伙伴都会好运连连，身体健康，暴富。好的，神话唱过了，真的很漂亮，这个可不是特效，不是直播间特效哟，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一直在动哦，家人们。对，一直在动，它待会哇，现在就没动了。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们左上角还在抽福袋，还有五分钟就开奖了，正在抽平板电脑哦。对，我看到有小伙伴说我要平板，我们左上角福袋里面看到了吗？因为只需要关注直播间，好，可以站起来，只需要关注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就在我们的左上角福袋里面，然后不要离开直播间，要离开无效哦。这是我们今天不间断的给大家送平板电脑，华为平板，送给大家当新年礼物，只需要关注直播间，打出弹幕就可以了啊！好礼抽不停，大家记得帮我们点点关注，然后右下角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我这鼻涕流不停啊！那这又是个啥？这像个顶啊！看这是个啥？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打的？这是啥？我怎么感觉像个肌肉猛男？认真这么想？那是不是一个人的头？然后下面是两块胸肌啊？还是我那个？这是个什么？像个星星，拿了一把剑。你们看出这是个啥了吗？我觉得像个肌肉猛男呢，拿了一把剑。这是啥？在变，他在变。看无人机猜物。炎帝，他们猜是炎帝，不会猜对了吧？那显得我好没文化。大家觉得是炎帝吗？是说的炎帝。别说。哇哇，你看这是啥？哇，我来猜，后羿射日，因为有九个太阳，那边有九个太阳，你看那个箭射出去了，家人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这边呢，那个箭射出去了吗？哎，箭在动吗？没错，那个箭在动哦。就怎么不能拍到更远了哈？再更远这个梁子挡住了。哇，射出去了，一二三四五个箭，看一下太阳，哇，好神奇！哎呀，不行，那挡住了，还能退点吗？退点的话，会不会拍得到一些？我们往后退退退。是啊，后羿射日，我发现了。哎呦，我第一次看这么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我之前真没见过，原来可以这么好看的在天上。天哪，路！那我再给大家唱个歌吧，想听什么？大家还想听什么可以打在弹幕区哦。我要退，我要退。你的微笑啊，大家来恋爱。让一下，让一下。哎呦，因为我们这里确实就是大家小伙伴比较热情，都围着我的，然后就有点难走哈。我看一下，唱一个大家来恋爱吧。前面还有神话雕像，待会儿大家去看。哎呀，我这里有点吵吵。哇，2024新年快乐，看见吗？祝大家新年快乐。你们这个光能不能打低点？我在低的时候打低点呗。哇，哦，我像不像中国娃娃今天？要一见倾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有这秒有感觉，吻一下，拥抱一下，就胜过誓言。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我今天是巨人视角，我有玉米粑粑。这个视角照得我好高大，感觉有天那么高了。我的头，你懂的。又得到祝福的小小伙伴，新年快乐！别打。
你恋爱我会比也有耍赖，喊的心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了笑话都会笑到流汗。恋爱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过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带来最幸福的未来，大家来恋爱。来，我拉着你来带你们绕一圈，再下来一点。待会好像还有烟花表演，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走到神话那里去了。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镜头是不是有点往上呀，我感觉往上飘着的。我现在好一些了哈。而且我们左上角还给大家上了一个新的福袋，里面是平板电脑，大家关注就可参与，离开无效哦。左上角华为平板电脑，今天我们新年好礼送不停，但是不需要大家不需要大家花费任何东西哈，就只需要关注直播间，现场的小伙伴也关注直播间，关注冯提莫，搜索抖音搜索冯提莫，赶快来参与抽奖，只需要关注就可以参与华为平板电脑的抽奖了，发送弹幕就可以了。然后呢，希望大家新年都有好运气，然后呢能够中大奖，好不好？我还以为烟花来了。这个圣光真的很漂亮哎，这个射的灯光。你们还想听什么歌？没错，我在长治的湖光县的太行神话不夜城，超级漂亮。我觉得晚上来咱们太行不夜城的话，就是会更好看，因为它的灯光啊，就是非常的漂亮，就是跟白天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你的微笑，你们想听什么歌可以点歌，嗯。大家记得帮我们点点关注，右下角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待会儿如果走到神话那里，可以提醒我一下哈，我想看一下，好吗？待会儿不是有那个神话雕像吗？好的，没问题。OK， 佛系少女，来吧，行，佛系少女送给大家，这个我就不需要歌词了。佛系少女送给你们。我今天这个造型很佛系少女，很中国，很中国娃娃那种感觉。我试了一，每天都是星期七，赖在家里写书了零点一的送我一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你，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个奇迹。觉得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四女戏，而我多了一个七，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叶落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凯莉拉蒂，伪装的不在意，后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干杯吧为了友谊。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四女戏，而我多了一个七，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落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 CT， 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凯莉拉蒂，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你说你最喜欢原汁原味，而我就像是你一个累赘，为了爱我放弃你学不会，别管我让微笑一直伴随。我说我最喜欢你的滋味，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等到你遇见你这个机会，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你说你喜欢四女戏，
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我这首歌完全不需要记歌词，看到没有，背得滚瓜烂熟了，这毕竟是世界名曲，是不是谁不会唱呀，世界名曲肯定中不了。不行小伙伴，你得对自己的那个就是叫什么运气啊要有信心。听说过一个这样叫做叫什么定律没有，只要你相信你可以，他就一定可以，无论是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能做到。所以你要说我能中奖，好，现在马上参与一下福袋，关注直播间发送弹幕了就可以了，就可以参与，马上你就会中，信不信？我反正是平常都是这样，就是乐观的安慰自己。而且今天提莫是福娃风格，而且给大家抽福袋，好运加倍，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哦，记得帮我们分享直播间。我今天是福娃风格吗？我像那个福娃啊？大家觉得提莫今天像不像福娃？像的弹幕打出一波像。我今天像福娃还是像？还像什么来着？小年画娃娃。哎，这就是说我像那个安妮的那个龙年限定的那个皮肤。安妮不是有一个皮肤也是穿的红衣服吗？好像也有点像。像不像？现在扣一，给我中中看，你能中？没事，今天我们福袋都抽不停的哟。我们待会儿都会一直抽福袋，然后大家就是留意我们的左上角哈，都会给大家抽很多很多盘，很多台平板电脑。我嘴都僵了，给我鞋子该换了。不行，我觉得我这鞋子我就得刻在我腿上了，因为我为什么我这鞋子里面有梯子的，我这鞋子里面有一个梯子，如果没有这双鞋子你们看不到我了，我就是这个样子了，知道吗？有一个高30厘米的梯子在我的鞋子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穿这双鞋子，知道吧？这是秘密，公开的秘密。我给大家唱一个什么小土豆儿，我今天不是小土豆，我今天是玉米。你们猜猜我多高？我今天有玉米粑粑，玉米粑粑。你们玉米几啊？啊，你们玉米几几？左后方哪里？九尾狐，这是九尾狐吗？哇，没错，祥瑞，九尾狐哦。来看看，看到了吗？这里有我们的那个九尾狐神话雕像，看到没有？哇，好漂亮。真的很漂亮，你们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哇塞，白虎哎，好香！还要听什么？玉米粑粑，蛇香妇人，我在这唱蛇香妇人呀！我手都给我冻住了。我们左上角的福袋还有一分钟就开奖了，大家记得点关注哦，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左上角福袋，大家赶紧参与起来哦！抽平板电脑啦，蛇香夫人送给你们，是你们要听的啊、哦、越过绵绵的高山，越过无尽的沧海，如果期待依然在，总是春暖又花开，请你轻轻留下来，让梦卷走的尘埃，像飘在书香之外，走向美丽的天籁。愿你就在正月雨水间常住，扎普啊！
别不高了啊，我这嗓子有点动得有点哑了，就不在那飙高音，免得翻车了，你们也不帮我有。福袋有平板，就在左上角，关注即可参与，大家赶紧参与哦，离开无效哦。想要平板电脑吗？新年礼物哟，只需要关注直播间就可以了啊。然后参与抽奖，怎么参与呢？点击福袋一键参与，就是它自动帮你发表评论，但是你要先关注直播间哦。完美，想听什么？爱的回归线哦，想要听一个柔，就是抒情一点的歌曲是吧？爱的回归线，爱的回归线，我前面都有点忘了，好久没唱了。还想听什么？你们现在弹幕点歌吧，离别开出花，恋爱告急啊。恋爱告急我是学了，但是啊，他这首歌有点快，我得一直看着词儿，就唱得非常的局促。试一下，试一下。忽然之间的换季，还没准分好心意，一个人拖行李物那没关系，暴风雨已经免疫，恋爱是你的心里，编造人生谎言也难躲避，风吹走一下，剩下的令人惊讶，淋漓尽致的冷漠，脸红红也倾盆而下，像一瞬的关心表演，面无表情寻人无情，这个舒适的尴尬大象却有共鸣，不知不觉他就说地平线走了成八百米，像落叶起地升空之恋爱高级，满个心空洞两不够思考，沿着呼吸难熬一眼到老，这回祈祷心愿突然预告，黑屏来电转身不敢逃跑，呜场景午夜却难掩的笑意，无力共事实际就是你，哎，这里是什么的神话啊？轩辕剑哦，我看不到轩辕剑来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轩辕剑，这里是一个轩辕剑的神话雕像，看到没有？我这样一直见过全是人。哇塞，轩辕剑，它那个剑它是这样杵着的，没看不见了，你们来现场就能看得见。我往前走吧，前面还有。这首歌不是太熟，等我再学一段时间哈，不然唱的不太好。大家该点关注帮我们点关注，大家该掩护帮我们点掩护，家人们，掩护一波，这词儿太密了，我耳朵都炸了，太吵了周围。如愿，我在这儿唱如愿吗？而且我们左上角福袋还在抽华为平板电脑，还有五分钟就开奖了，大家想听如愿是吧？啊，左上角华为平板电脑还有五分钟即将开奖，大家边听歌然后关注直播间发出弹幕就可以参与了，一首如愿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年事事如愿，事事顺心。如果大家现在把弹幕梦想愿望成真打在弹幕上，心愿会更加容易实现哦。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李朝夫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攀上再见，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愿化成你的眼，也不忘了。
里漂亮一点，看一下吧。在这里。哦，那里有烟花。准备要放烟花喽，家人们。看不大见，说实话。哦，看到了，在我头这儿。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角落看一下。哇，如愿，在听唱这首歌的时候放烟花了，许愿吧。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你是我之所爱，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烟花呀，刚刚，对，别护了吧，本来人也没有往里面挤，这护着反而这看着光感很不好。好的，这里上面有天女散花，主要那边烟花被房子挡住了，我们也看不到道，你看看看着这，我是看不见，我这个身高看不见，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啊？你们也看不见，你们也是小土豆，这边来一点啊，不让看见。我们一起看烟花吧，要过年了，要过年了，你们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在老家了？左上角福袋还有40秒就开奖了，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哦。好冷，哇，好漂亮啊！我们一起来看烟花，在我直播间一起。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游戏小伙伴们分享出现。我里面的秋衣都露出来了，我里面穿的秋衣。啊！昨天我在那个，我不是发了短视频嘛，然后有小伙伴在说短视频，他说我这个衣服好看，然后说内搭是什么？我说里面就穿的秋衣，还有很多小伙伴不信，你看真的穿的是秋衣啊！记得去给我的短视频一键四连啊，点赞、评论、转发、收藏。我今天刚发了一个新的短视频，也是烟花的哟。看我直播完，看完一定要去给我点赞啊！今天贴了几个暖宝宝，现在是聊天看烟花时间。我贴了一圈，你看到我今天不觉得很胖吗？其实是我贴满了暖宝宝，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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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然后背上也贴了两个，然后足贴就是脚底下也有一个很暖的那个暖暖贴，微风降落。你们那儿不让放烟花呀？哇！漂亮啊，这好大，我觉得现在非常适合唱一个。我要给你们播放，我刚鼻涕一下喷出来了，给我吓一跳。
而且我们左上角新上了福袋，大家里面记得去关注哦，里面正在抽华为平板电脑。微风降落送给大家。风爱云朵，而我爱温柔的你笑着走向我，当风轻扰琥珀心中的话，我闪烁爱意都被你捕捉，月光在小岛上温柔降落，不愿数燃起的篝火，美好在这一刻奇妙的已经无法言说。哦，你是微风降落，从我心中的猫咪带刺凛凛穿过，带着思念飞向远方的山坡，此刻我不想再沉默，勇敢对你说所有深情献给你都值得。和你刚好在这一刻做完就拥抱了我，哇，这块烟花好漂亮啊，能不能拍多一点啊，能不能拍多一点啊。微风降落，我的歌曲。风爱我，而我爱温柔的你笑着走向我，风轻扰琥珀心中的话，我闪烁爱意都被你捕捉，月光在小岛上温柔降落，不远处燃起了篝火，美好在这一刻奇妙的已经无法言说。哦，你是微风降落，从我心中的猫咪带刺凛凛穿过，思念飞向远方的山坡，此刻我不想再沉默，勇敢对你说所有深情献给你都值得。从心中的刺凛凛穿过，爱如雨滴汇成山野的湖泊，当万物被夜色吞没，那颗心和你刚好在这一刻就来就拥抱了我。这个烟花秀还挺久的，我往前走走吧。这首歌是我的歌曲哦，现在放的就是我的歌，听到没有？叫《微风降落》，烟花降落。我的鼻涕直流。大家记得帮我们点点关注，帮我们分享直播间。手已经僵了，我想转鼻孔，但是手不行。那只心和你刚好在这一刻就来就拥抱了我。我手好僵啊，我手冻僵了，家人们。对，我在山西，没错，山西。山西长治无关县，哎呀，神话不夜城的，我走走，能拍到吗？你去那边。哎，不行，这挡有完全严，挡得非常的严。再给大家唱一首歌。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想听啥？又是刚好遇见你，我昨天唱的也是唱的这个歌呀。哎呀，我的耳朵好炸呀，因为他们一直在说往后退往后退什么的，然后全部传到我耳返里，因为我的声音开得很大，知道吗？音量开得很大。对，在长治。想听英文歌啦，可以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好不好？我手打不动字了，冻僵了。A 兵找一下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Love you在那个歌单里面应该就有。我成了一个动机转，你看我的手。It's been said and done, every beautiful song, bitter red song, and I guess right here is another one.
this wheel. You are beautiful, like a dream come alive. Incredible, a centerfold miracle, livable. You save my life again. And I want you to know,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And I keep it repeat,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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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And I keep it repeat,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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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 Well, I'm bathing through my mind like a cemetery. There's no way to speak gratitude to me. You just tell to me what you do, and it feels like I'll be rescued. I'll be set free. You're the magical, lyrical, beautiful. Like a love song, baby. And I keep it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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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I love you like a love song, baby. 哎，不唱了，我嗓子不行了。我们看烟花吧。来，你到这边来看烟花。您别牵着了。烟花，这里看得到一点。那挡完了是吧？别牵着可以吗？不要拉走了，我都走不出去了，这被把我死死的围在里面。看，这里能看到一点点，强行围成一个圈了，就、这个。嗓子有点远，不是录播呀，是不是因为我们右上角有那个300多万人看过，所以。你们认为这是录播呀？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19:52，听莫正在直播，你点进来看就知道了。看，我们一起看烟花，新年快乐！啊，漂亮，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啊，拿个中国结给我来，中国结。大家记得录屏哦，这个画面非常漂亮哦。你这样拍不到烟花了。他、啊、这是小樱花，新年快乐！哇，马上来了！哦，到时候做个表情包，帮我做个表情包。大家记得录屏哦。好好好。哇，好看，看我的气息多长，有没有一条恶龙咆哮？大家用发财的小手抱们，不要了，点点关注哦。恶龙咆哮了，好漂亮，谢谢啊，谢谢暖暖宝宝。行，咱们还有35秒，福袋就抽奖了，大家可以左上角的福袋呢，赶快参与一下抽奖哦。里面是一台平板电脑，是华为的哟。大家只需要点开福袋一键参与，并且关注直播间就可以了啊！还有，谢谢和 Timo 同一天生日送来的抖音一号，谁说的？哎呦，我喝进去牙齿就给我那个。小福娃在线拜年，大家记得录屏哦！大家不要帮我们点点关注，又是要帮我们分享直播间。我是个江湖啊，江一博，把招财猫来一个。哦，漂亮，漂亮！一起看烟花吧。
我觉得在这里适合给大家唱那个歌，那个叫什么？恭喜呀大家！我再找一下，找你。哎呀，有好多新年的歌，我都记不得了，记不得歌名了，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唱一个。桃花朵朵开，升四个调。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唱着你回来，把那花儿开。再升一个调。我在我的直播间等你们回来。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采。哎呦哎呦，你比花儿还美妙，让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本来哎，我突然想唱一首那个，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呀，啥事儿啊？啥事儿？因为刚刚有烟花，这首歌里面也是有烟花的，就是很久没有唱给你们了，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啊。这个灯笼很漂亮。你们听过这首歌吗？听过的扣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偶然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偶然成了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是什么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是什么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是缘分。是什么？是抖音。是你们关注我直播间。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若你是我必然存在，多想相信永恒存在。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
变得透明。若时间注定要让你离开，我又该怎么学会不依赖？是什么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是我们的咱们的抖音直播间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所以留下你的点这个叫什么，戳戳你发财的小手，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我，下次再来听我唱歌，再来直播间抽礼物哟。然后呢咱们哎呀过两天就过年了，希望大家过个好年。然后在过年期间呢咱们大号就先不播了，然后大号的话最近一场应该是在21号，然后期间的话过年期间我应该还会给大家用小号开播，就是红墨提那个号，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玩哦。好，然后也希望大家过个好年，然后天天开心，记得关播之后去我的短视频帮我点赞，不要光看我的直播，给我点短视频不点赞，一键四连，点赞评论收藏转发。那今天就直播就到这里啦，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